我们一起先念开经偈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必成正觉第七。诸位大德同修，吉祥，阿弥陀佛。我们这一段时间在学习第七品经文。那上一次我们学习到的这一段呢，我们再念一下经文。如佛无碍智。所行持悯行，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狮子吼，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黄老呢？他有做白话注解。我们每一段经文呢，每一句经文，其实都很精辟。我们透过老和尚的教导，黄老的注解，这都是大善之士对我们的加持。相信了，我们都能深入每一句经文，我们学习不能囫囵吞枣，不能走马看花，我们刚刚念，愿解如来真实义要深解意趣，我们行才能更深更广，解行相应，这个黄老白话解里面，就这一段经文呢，有提到，以前的经文呢，因为这一品呢。是阿弥陀佛发48愿之后，又接着讲了一段偈语，等于也是总结48愿。这段经文我们这几节课都在学习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我们都在经文当中要能感受到阿弥陀佛的心。你看这个超世之智，这个愿力是宏深的，很有气概，而且决心很坚定。我们说目前当务其心呢，所以这第六品、第七品，包含第八品，都是深入学习弥陀之心愿、弥陀之行持。老和尚常说：“心同阿弥陀佛，愿同阿弥陀佛。”
解同阿弥陀佛，行同阿弥陀佛。哦，那这个具体怎么做啊？哦，那这几品经呢，是重点啊。啊，老和尚说，介绍老师给我们。啊，他老人家谦虚啊，啊，我给大家介绍老师，阿弥陀佛。啊，无量寿经呢，就是阿弥陀佛。啊，我们不是往生才跟阿弥陀佛学。我们当下就是了，好，而且啊，还要做释迦弥陀第一弟子，这个也是《无量寿经》经文当中啊，对大家的期许。我们学习要有收获啊，首先心态重要了。哦，佛门常说法器呀，堪受大法啊，用器皿啊，器皿才能接住东西呀，哦，所以啊，这个法器呀，啊，就代表我们在听经当中啊，是真诚心。恭敬心，还有直下承担的心，哦，不能边听愿文，啊，边听老和尚的讲解，哎，心里冒一个念头，啊，那是阿弥陀佛啊，那是老和尚啊，那我不可能啊，哦，那这一念呢？就没有直下承担的心了，哦，那自己就不是当机者了，哦，哦，尤其呀，我们处在这个大时代呀，啊，现在众生啊，从个人身心、家庭啊，还有事业啊，还有种种社会问题。甚至包含国际间的动荡，我们处在这个大时代，哎，更应该啊，于诸众生示度自己啊，啊，因有众生而起大悲啊，啊，因有大悲生菩提心。啊，因菩提心成等正觉。哦，佛也强调啊，在末法当中啊，啊，有不少弟子啊，因为看到佛法衰败，众生苦难呢，发起菩提心。哦，那佛在世啊，讲的这段话呢，可能就是指我们。我们传统也说啊，见义勇为啊，啊，见义不为，无勇也了。哦，而且见义不为啊，内心啊就会觉得良心不安。啊，比方说你看到一个很需要你帮助，你也。帮得上他，可是可能呢，自己啊，自私心起来了，啊，享乐的心起来了，啊，没有给他及时帮助啊，哎，可你可能心里面呢，也会有点不一样，啊，好像感觉有点不安，这代表什么？代表人有良知啊，哦，可能自己的行为啊，哎，跟性德不相应，会感觉过意不去。哦，你看我们儒家讲五常，
哎，这我们做人的常道，应该如此的。啊，我们有不相应的地方啊，这个良知啊，就会起作用了。啊，所谓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啊，我们应该替人家想。但是那时候，啊，情绪上来了，啊，知识上来了，没有及时替人家想，事后啊，可能也会有不安。啊，义是宜也，应该做的。啊，五伦十义呀，啊，哦，我们在伦常本分呢，当中呢，都有我们应该尽的义务。这个不是谁规定的哦，我们老祖宗教的呢，就是顺着我们的天性给我们指导。哦，你看父慈子孝啊，哦，这个是在父子这一轮当中啊，哦，父亲应该慈爱，而且这是他自然流露的。哦，最近接到一位同修他们夫妻啊，在大学时代都做义工啊，有办佛法的传统文化的课他们那时候一起来做义工后来组成家庭啊，现在生第四个孩子啊，我是挺高兴的，多多益善啊。为什么？哦，有这样的父母啊，这种姻缘太难了。哦，夫妻都高度认同传统文化。我看很多圣贤人要来投胎啊，也是挺不容易的啊。在那里考虑半天这个下去会不会被转掉啊？因为父母是孩子啊，人生首先最重要的护法啊，最重要的真善缘我们历史当中，孔子、孟子，哇，那母亲都是全心全意呀。昨天有同学问到这个，现在孩子我们带在英国夫妻都要工作那都这个交给阿姨了。哎，现在年纪小好像不大会讲话。你跟他可能互动太少了。那是不是送回大陆去那大陆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在这里我们夫妻都上班的时间很少。诸位仁者。你们会怎么抉择？古人留了一句话了：“制药没落交子。孩子投胎来应该是跟爷爷这个父母的缘深，所以投到你们家里来。应该不是跟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缘比较深偷来的。既然缘比较深，结果你又不把他放在身边呢，他会有什么感受啊？他觉得
你不重视他。哦，那当一个孩子觉得父母不够重视他，你说他的心怎么样？安不安定？好，今天你夫妻事业发展得不错，赚了不少钱，你跟你的孩子不亲，你想一想，你当父母会不会快乐？哎，这些事哦，要想远一点哦。因为人生哦，不能重来哦。哦，所以古人这个话很值得我们深思哦。而且，一个家的财富啊，那也是过去生修来。不是说你两个夫妻赚了，你就赚的比较多哦。哦，我们遇过一些同修啊，他们也很相信因果，哦，也有所取舍，那后来，哎，家里的财富也没有比较少，当然我们只是彰显这些义理。我们也不能去帮人家下决定，因为每个人他认知到什么见地呀，这是不能勉强的。啊，我们自己言语也要拿捏好分寸。哦，我们把重点讲了，哦，但是要交代一句啊，这个跟诸位仁者也一起。交流哦，讲话呀，我们的分寸要拿捏好啊，那是人家的人生抉择啊，我们可不能帮人家拍板了。哦，因为他客观的家庭情况，以及接下来会发生哪一些挑战，有没有挑战？铁定有挑教育孩子哪有那么轻松的？但人生哪有说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啊？所有的本分都尽好那这样的人生也只是来享福报而已了。啊，况且我们已经选择修行的路哦。黄念老说的，都要经一番寒彻骨。啊，诸位仁者，你们经历几番寒彻骨了？哦，假如都没有觉得，那就两种情况。哦，都没有觉得有什么寒彻骨啊。那第一种情况就是你已经如如不动了啊，什么境界动不了啊，你的心了啊，哦，这是一种情况了。啊，另外一种啊。那还没真干呢，还在悠哉悠哉享享福了。哦，你看古人修学的态度啊，3天没遇到倒霉的事啊，就痛哭了。啊，佛菩萨不加持我了，哎，怎么都没考验来啊？哦，那儒家也是这么讲的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大家想一想，4个孩子轻不轻松啊？哦，所以我也很敬佩他们夫妻啊，每一次回台湾啊，会向他们礼敬一下啊，顺便看看这些孩子。哦，那一天第4个孩子诞生了啊。我刚好看到照片，哇，天庭饱满，哇，特别宽，耳垂很大，哦，这相貌很好，这个
有来历的小孩。哦，老和尚说要3到5代人啊，锲而不舍啊。哎，到他们这1、2代人，他们的因缘很可贵了，很难得了。哇，能出高深大德啊！承德觉得呢，啊，自己这一代人啊，做铺路石的工作，哦，让他们后面的这1、2代人呢，路好走啊，好修行啊。有好的基础啊！哦，我们这一代人，大部分都不是从胎教开始的。大家现在感觉一下，好不好修啊？哎呀，一想想，还没遇到老和尚以前染上的那些习气呀，真不容易啊！化悲愤为力量。我们看祖师20几岁就开悟了，哦，20多岁、30多岁就入境界了，啊，著书立说了。你看，藕益大师49岁就走了，他为各个宗派留下多少典籍？那很年轻就很有成就了。要末法还有9000年呢，真的需要一代比一代强，才能正心正法。那这个刚出生的孩子，你看他的父母一看到他，啊，那种天然的慈爱就流出来了。哦，所以老和尚有一次在日本。啊，刚好看到一个母亲带的，好像是4个月左右的孩子。哦，一个老和尚多会机会教育。哦，看到后面有这样的情境啊，停下脚步，来来，大家来看。哎，啊，这个父子有亲的天性。啊，老和尚还有一段墨宝，叫人生百日。体露真常，这小孩生100天呢，他呢还没有分别执着啊，那个眼睛啊，非常的雪亮，啊，见到一切人都不分别不执着，啊，常常充满笑容，啊，我们修行人也要修的婴儿行。啊，最近啊，我们汉学院啊，开始第一届汉学英文系啊，结果来了一位60岁的学员啊，他自己啊，以前当到副教授啊，还在伯克莱教学。从小啊就不喜欢吃肉，可是很难得啊，不让他母亲生烦恼。到了好像是14岁啊，才全部吃素，啊，蛋奶都不要。哦，后来研究人类学，你看，都是对这方面呢，啊，有热爱的。哦，而且他，哦，好像是意大利裔的，然后又在英国，在威尔斯长大，所以英文跟威尔斯文都很好。结果后来，生病了，过敏了，他把工作先放下，结果开始练太极拳。现在在教太极拳，哦，对东方的东西啊特别有信心，哦，他现在很努力学中文，
那一天跟他交流的几句啊，我也突破了一点啊，多讲英文啊，啊，他说我们互相学啊，我现在学英文啊，等一下我学中文，哦，感觉真的冥冥中啊，佛菩萨安排啊，这么特别的人才，哦，而且我们真的向西方弘扬啊，在西方成长，真正的西方人，啊，他融会东西方啊，再来讲，因为他对于啊西方所在地的语言、遣词用句、他们的心理、他们的风俗习惯啊、宗教都很清楚。我们有时候哪句话讲错了，自己不知道。哦。啊，甚至于学英文，啊，学了很多文法，啊，其实可能都不是人家常常用的这个句子，啊，这个翻出来，每句话都没错，文法都对啊，但是听起来就别扭别扭，啊，因为不是他们常用的，好。哦，所以刚刚讲到啊，五伦十义呀，这个不是谁规定哦，哦，所以这个当父母的啊，看到啊自己出生的骨肉，哎，他那个慈爱就现前了。哦，那孩子看着父母。啊，那种亲爱也是油然而生。那天性如此啊。哎，可是我们假如后来因为一些因素，哎，把孩子忽略掉了，那等孩子大一点了，你看到他有偏颇啊。你说当父母的人能不纠结吗？能不难受吗？哦，所以人生最难的不是奋斗，而是抉择。现在你找到很快乐的人了，哦，从内而外开怀的笑的人，我看都不是很多。因为在人生重要的抉择上啊，他可能没有抉择对，哦，慢慢那些现象产生了，他就开始有不少遗憾。不要说东方人，西方人也一样。哦，所以像英国汉学院前校长，休斯校长。啊，我们多次受邀啊，到他们家。啊，他的太太很贤惠，家庭主妇，三个孩子都是医生，怎么来的？大家想一想，他太太假如出去工作啊，能培养出三个医生吗？哦，这个万法因缘生呢、啊？啊，缘是助缘一个孩子身体健康，心里非常安乐安定，他的学习状态一定不一样，做人处事都不一样。哦，而且这一些都是影响他一生。哦，所以古人说。人无远虑啊，必有近忧啊。你看看我们现在组织家庭的人，什么时候开始忧了？不要等15岁啦。你现在没有教育的智慧啊，你孩子3、4岁你就管不动了。我们看到报道，1、2岁开始滑手机了。
四五岁给他抢过去，在那哭几个小时，不还他继续哭，歇斯底里，必有静忧啊！啊，最近台湾也有报纸报道了，啊，现在十几岁的孩子呢，打父母、打爷爷奶奶很多，为什么？因为他们玩手机、玩游戏上瘾了，只要被拿走，就是情绪失控啊，对待父母、老人，哦，所以呀，以前社会单纯啊，我们教育的智慧不是很高啊。可能孩子还不会偏颇到哪里去。现在整个社会复杂度高多了，啊，没有三两三呢，你这一生要平顺的走，都不容易哦。当然讲到这里啊，我们不要产生一个无奈啊。哎呀，有这些考验呢，我们才能久炼成钢啊！哦，任何一个境缘，会修的人，都是提升自己的真上缘。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面对这个大时代的苦难呢，你可以埋怨。你也可以起大悲心，心大悲，名有情，同一个境缘，所以师长常常呢讲经说，你会梦，提醒我们会修啊。这一次到。啊，德国啊，杜塞尔多夫啊，见到一位老菩萨，快80岁了，啊，面相啊，很柔和，很有气质啊，一交谈呢、有点与有荣焉啊，高雄人啊，高雄旗山人，哦，啊，仁者要山啊，他住在山边啊。哦，所以你看面容很慈祥。他的先生呢，快90岁了，失智啊，好多年了。哎呦，不简单哦，他那么大年纪啊，独自照顾他们家的丈夫照顾的面容慈祥又有笑容啊，我觉得挺有功夫的。哦，而且他遇到这个静缘呢，很用心，看了很多资料，提供给有这样家庭的人。哦，他拿给我的资料是德文的，现在人工智慧比较方便，到时候可以查一查。哎，我当时就很感叹。哦，一般人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不幸啊？都可能怨天尤人。哎，但是他在这个境缘，他说这么多年，他都是想着先生对他的好。你看，可能过程里面，一般人觉得不愉快的事，他也不会放在心上。这就是。敦伦敬分呢，然后用出真心来然后还帮了不少家庭啊。我之前我们举过例子啊，那杨医生的女儿刚好有忧郁症现前，她转烦恼为菩提化悲愤为力量。化危机为转机呢？
这修行最重要，会转，会转了，事事是好事，人人是好人。哦，那这个老人家啊，我们相聚2天啊，要走的时候啊，他说希望啊，他在杜瑟多夫啊弄个弥陀村啊，哇，你看很有愿啊，啊，我说随喜你的发心啊，你是主，哦，我们不会袖手旁观啊，我们是伴。啊、哦，大家要了解，你是当地的人了，那一定是主。啊、哦，你想一个事业啊，要靠外来的人来主导，啊、哦，来负责，这个天时地利的那个不符合啊、哦，一定是啊，当地的人要带头。自助者，天助就会感召因缘。大家可以留心去看看。啊，只要是依赖别人，依赖外面的力量，啊，可能你城市以外的力量，有没有做成功的，做长久的？哦，所以佛门为什么讲主办圆融啊？还是很有道理的。哦，你看一个人，他是人，自己人生的主角，哪怕是他的父母也是配角。他父母能帮他多少，也是他决定的。哦，我们也有遇到。啊，办学，哦，学生6000-7000人，啊，刚好跟我们交流，那一般呢，哎，这也是人的惯性，依赖。大家想一想，一个人依赖心没有放下，会不会赶来很多助力啊？这个依赖心没放下，哪怕有贵人哦。最后，人家贵人也吓跑了，然后他越来越依赖呀、啊，那他又提升不了，又没有效果，人家不会帮这种忙啊，没有意义了。哦，哎，人家一帮，哇，自立自强，特别珍惜。哦，那。啊、哦，当然，人家就啊、更愿意来护念了。哦，所以佛门这些教诲，你看主办圆融，哎，就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每一个人身上，甚至事业里面，都是如此。包含你每一个境界，你见到了都要清楚，要拿捏好分寸。就像刚刚说的，啊，有同修问陈德，啊，我孩子是要放在因果还是放回大陆？我这个我不是主啊，哎，这个分寸要拿捏好，不然你到时候拿捏不好，还造成人家困扰，那这个不是我们希望的。这造成人家困扰，我就恼害众生了。哦，这个就犯了杀戒了。哦，那这个，哦，刚刚提到的生了4个孩子，哦，主办圆融，哦，我帮他们找老师啊。哎。哦，没有袖手旁观啊、哦，要见义勇为啊、哦！啊，最近啊、实在讲，不用担心啊、哦，这佛菩萨祖先承担。
我们把心用对就好了。啊，在最关键的时候，就会有人出现了。哦，所以也提醒自己不要乱操心。哦，就像刚刚跟大家说的，汉学英文，哇，第一届就有副教授来了，而且熟悉美国、英国社会。哦，他是在美国教书的。好。哦，那刚刚我们提到前面这些经文呢。我们都要去感受阿弥陀佛的心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那种做事的果决、毅力，我们有没有随文入关道了？不能半途而废有恒为成功之本私愿不满足。事不成等觉，复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看发那48大愿，尤其要度六道众生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啊！要往生呢，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出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六尘说法最快成佛的地方出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啊！大家读到这四句有没有学到阿弥陀佛列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其中一个重点，他的度众手段方便到了极处，十念必生。就持名了，这么容易的方法。看看，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哦，那诸位仁者，大家觉得现在帮助亲戚朋友、帮助众生、度众生容不容易不容易哦，那要学到阿弥陀佛的善巧方便。当然不容易是正常的不能气馁因为老和尚也给我们做了心理建设老人家提到了李炳南老师对他说了我们这一代人呢，是跪着把佛法求过来到了你们这一代。是老和尚那一代跪着把佛法这个供养出去的，老和尚那一代承德是孙子辈的，少2代的，所以老和尚那一代是跪着把佛法送出去到承德这一带，哎呀，我也没有跪应该是要趴着了，现在还没跪呢，所以这个心理建设很好觉得现在也还不是很大的挑战，没有跪就没有趴着就不错了。所以这个都给我们心理建设好了。你看李炳南老师跟老和尚说的，你讲的不好还好，讲的好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后来真的还睡过火车站呢。哎，老师讲的真准。哦，我们会观察因缘，也就不觉得意外这个现在，假如2、3岁就开始滑 iPad，那你不跪着趴着，我看也不行。哦，你要极度的耐心才行了。哦，我们讲到这里呀，会不会觉得？哎呀，那我多委屈呀！啊，你还有委屈感，代表我执还没放下。哦，所以代表这个净缘啊，把我们的慈悲心，把我们的耐心啊，真的练成所以佛菩萨感恩众生哦，我们也感恩这些净缘了。啊，不磨不成佛啊！哦，所以要学阿弥陀佛的善巧啊，所以教人以善恶过高，当可使其可从啊。你教人家行善呢，学圣教很好啊，可是呢，要求太高啊。哎，让对方觉得达不到了，气馁了，这个就不够善巧方便，要多鼓励呀，多肯定，不要扼杀到他的信心了，攻人之恶勿太言，要使其堪受。当然，这个不是死板的也是因材施教。如佛金色身，妙相悉圆满。亦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离欲生正念，净慧修泛恨。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明，明济众厄难，悉舍三途苦，灭诸烦恼岸。你看整个过程，其实都是慈悲救度众生。所以在《毗卢遮那经》当中提到，大悲为根，成就佛道啊，根本是什么？大悲心。佛门也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不忍众生受苦。所以要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现在人没智慧啊，不会判断，往往随波逐流。我们看现在的风气。功利主义、享乐主义，这种风气力量蛮强的，不要说现在了，承德十几岁的时候，这些力量就很强了，自己也受很大的影响，像川族。哎，他也不会判断哦，就跟着潮流走路，看肚子都露出来了，那个为什么不孕症很多啊？因素很多，这是不是其中一个因素？
你要受寒了吗？有没有办法孕育生命了？所以都放纵了，暴露了，都受这些风气影响，不知道分寸。分寸是，我们自古啊有礼教、礼乐教化，礼就是分寸。你看穿着得体，有分寸；言语也有分寸。从礼呀、啊，哎，训练一个人的心呢，哎，是有节度的，不会呀、啊。放纵欲望不会放纵自己的性情、性格。现在礼教没人教了，难怪李炳南老师看到这个时代那政府没有治理作业，哎，他老人家位卑未敢忘忧国。编了常理举要，没有理呀、啊，道德仁义是修不上去的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所以没有礼教啊，家庭社会一定乱，这个不能侥幸哦，古人。这个应该是《礼记》的话了，所以我们想到，哎呀，现在的人不重道义了，他连礼都不懂，他怎么重义呀？他怎么仁慈啊？礼者，乱之始也，就是说你用最低的道德礼教了。那这个社会，可能就要开始乱了，因为你不是以道德仁义为标准，只能以道德这个礼来教了，所以我们得从这个基础。你用法律啊，那个很难化解人与人当中的摩擦冲突。现在都说法治啊，那个是比礼啊更低的一个手段呢。大家有没有遇过亲戚朋友用法律解决家里的问题？解决完之后说太公平了，太好了。来，你们有听过的请举手呀。所以啊，我们得慢慢在整个人心啊往上提升呢。所以要从礼开始学起啊！李炳南老师的苦心呢，我们要珍惜常理举要里面就提到了言语分寸有很多句我们举一句：交浅不可言深，绝交不出恶言。你第一次见面了，哇，太高兴了，家里什么事都告诉对方了。哎，假如对方起了不好的念头，或者要利用你，那你给他讲的话不变把柄了？你没有言语的分寸呢。现在微信上不认识的人，家里啥事都跟人家讲。以前做了什么荒唐事，我都讲出来，
希望人家安慰，这个都太过了，都太暴露了。你看，服装会暴露，言语会暴露，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人的心一偏呢，表现在每一个细节里。穿着、言语，甚至自己的情绪，以前的人比较内敛了，现在人动不动，哇，整个情绪就在人前控制不住啊，爆发出来这个从这里我们就感觉这个礼教的重要。你这个情绪啊，你在公司里面这样爆发出来，你在社会、在团体里的威信可能就大打折扣了。好，所以开比智慧眼，自己以前这些都不懂啊，也是遇到老和尚。才慢慢学习，是非善恶、邪正利害、真伪的判断，有智慧了，才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了，这样才能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这个极乐世界，60说法，6层说法，都没有间断。精修捷要第十拜，一心观理，这个。这个极乐世界教主本尊于彼高坐这个是第九拜一心观理极乐世界一些今现在比我怎么一下子 一心观理极乐世界教主本尊，今现在比为诸有情。好，宣说甚深微妙之法，令得殊胜利益安乐。好，我可能最近啊没有天天讲经所以有点失智啊，所以这个经不可以，或者拳不可以一天不打，歌不可以一天不唱。经不可以一天不讲，一天不讲啊，自己知道，2天不讲啊，同行知道，3天不讲啊，听众知道啊，现在听众都知道，那。今现在说法的说法没有间断
啊，这说法师这个慧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那这个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经文，黄老说到了，这一段如佛无碍智所行持名行，常作天人师，得为三救所，说法之首。广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黄老这个做了大经的注解，进一步又做大经的白话注解，良苦用心啊！我们感受到没有？哦，感受到了，黄老，在极乐世界就放光照我们，跟他的心心相印了。因为毕竟注解也是比较简单的文言文，现在大众看得懂文言文的不多啊，你看现在印主文钞都算比较简单的文言文了。但很多人都看不懂，所以黄老慈悲做白话注解，我们看一下他老人家说到了，这一段经文以前呢，都是弥陀大愿海48愿的总结、提高与深化。本段这8句的内容是愿文中没有提到的，这也是佛经的常例，就是在偈颂中填补了长行所没有的内容，所以本段的内容确实有无比重要的含义，前面第6品是发愿算属于长行，那现在这一品都是偈颂一句才5个字有很重要的含义。那本段的大意是这有白话的注解我愿有如同佛一样自在无碍的佛智。那大家愿不愿意我看你们有点还不是很愿意还是有点可能吗？你看海贤老上给我们表演了，不识字哦。老和尚说这海贤老上的光碟《无量寿经总结》。一个来小时劝我们要多看我们星期三学习老和尚48愿讲记可能再过几节课就告一段落我们再一起学习海贤老和尚表法老和尚怕我们看不懂老和尚是内行人。我这外行人看不深入所以老和尚手把手带我们怎么观察善知识你观察不到，你要从哪里效法？但是观察到了也才是个开始哦。你要效法，不到40岁就理一心不乱了，那就。有佛的智慧喽，自性的般若智慧就流出来了。老和尚常说说我们不如古人聪明智慧我不相信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一段？
哦，我们没有比较差，但是我们得效法古人学习的态度，哦，包含我们现在跟老和尚学，还有夏老、黄老的加持，印祖的加持，贤公的加持。包含这个刘树云老师的姐姐啊，刘树清老菩萨，人家也表演给我们看。哦，那刘老师现在也讲《无量寿经》啊，复讲到第三遍了。哦，你说这么多善知识，为了谁呀？哎，我们懂得去体会因缘呢。啊，为了我们呢，我看还不够贴切。为了我呢，哎呀，让释迦牟尼佛，让这么多师长们呢，费了那么多心呢，啊，是生生世世啊，随主于我了。哇，这我自己不能再任性了啊，不能再随顺脾气了。好，哦，当然，那么多善知识要帮助我们了，我们得老实听话接受他们的教导，福在受见，我们这个慢呢。四大烦恼常相随。慢表现在哪？比方挑老师教的东西，哦，那挑不是比老师还厉害了？哦，所以老和尚讲经也说，有成就的是老实听话、真干。包含能接受别人劝，在团体里面讨论事啊，要多听别人的意见，就不能好像自己的别人意见跟自己不一样了，就不是很欢喜，这个都是我见在起作用。或者自我的感受，就我的看法比较好，我的见解比较好，这个慢慢的，人家都不大敢给我们提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修行人的敏锐啊，感受，是不是给我提意见的越来越少？一切都是感应哦，人家很没有负担的，可以提醒我们，这是我们的态度感召的，或者好像给我们提的越来越少了，所以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修行的路上。我们要自己检查自己的状态，自己的状态在哪？人际关系的状况就是自己心的状态。人际关系是依报，随着正报转，正报是我们的心呢。好，比方。我们在人际相处这伦常里面，感觉生了烦恼了，我好心，可是人家不接受，那
人家不接受也是我们的医报，所以是正报转的，啊，也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可能我们假如没有这样去反思啊，那自己还会觉得很委屈，我明明为对方好啊，怎么他不接受呢？啊，我们一个同修劝他女儿。啊，他女儿刚好提到工作上，哎，自己表现的挺好的，啊，他这个父亲听了，啊，马上跟女儿讲啊，你要让功于众啊，让名于上。他说女儿不是很接受，哦，那可能我们觉得，哎，我是护念他。可是我们呢，没有体恤到女儿当下在讲这些话，她的整个心理状态是怎样？她可能有一点嗨，是吧？啊，你突然啊，一盆水给她浇，那可能一般人接受不了啊。哦，所以古人为什么说调剂人情？你要顺势而为。你不能没有顾及他的状态，哦，所以一般，我讲话就是这么直啊，哦，其实这个就是给自己没有体恤别人呢，一个非常合理的说法。嗯，哦，那你看我老和尚，他面对学生呢，都要考虑到学生的接受度啊。不直接讲人，都在讲经的时候讲。哦，那一天一啊、有个同修啊提了，提说他听到老和尚一段过往发生的事就是老和尚很用心啊带一个学生。结果带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学生走了，从此啊，老和尚不讲人了。哦，我说这是你下的结论，哦，还是跟你讲这个故事的人说的。啊，我个人看法啊，我觉得老和尚不会说从此都不讲了，啊，应该是深刻感受到啊这一代人的状态，可是老和尚啊，心上不会放一句话，不能讲了，不能讲了，不能讲了，不会的。那便露印象了，真心一法不立。老人家只是领悟到了现在众生的状态，但是遇到真正受教的学生呢，还是会知道的，只是大部分呢，不直接指点了。哎，在讲经的时候，善根够的人，他马上反观，他就受用了。哦，不接受的，因为你没有直接讲啊，不得罪他。为了不得罪学生呢，也是慈悲哦。哎，保持好缘分，缘分够厚了，那就更好护念了。哦，经一事长一智哦，不会经一事长一怕了哦。就好，哦，这个啊，刚刚提到哦，我们这些伦常里面的互动出现不愉快，那还是要从自己的心地反思了。
来劝同事，人家不接受，也是如此啊。啊，自己的言语态度啊，因为这一次在伦敦啊，我看那个同修啊，就很有正义感啊。他在工作当中遇到的事啊，我看他可能好一段时间啊，这个困扰在心里了。他也是出于公心，出于让国家不要浪费太多钱啊，去劝患者。哦，那他在叙述的过程，我说：“假如我是患者，听你这么讲，我也不舒服。”哦，他很难得啊，他马上有所领悟。哦，那我知道。哎，这个是。真有善根呐、啊，哦，其实这个重道义的人呢、啊，都挺有善根的，啊、哦，但是有时候那个劲来了啊、哦，他没看到自己的状态，哦，你一提醒他呢，他容易接受，啊、哦，因为他的出发点不是为自己，哦，包含。啊、哦，你看夫妻，两个都学佛，关系会不会改善很多啊？不一定。哦，这个得要反求诸己啊，才会越来越好。要把法用上了才会。哦，不然，啊、哦，因为大家都学佛了，很容易啊。啊、哦，比方说对方有点不妥了，啊，我们这个道理呀、啊、过去了，啊、哦，那对方一定不舒服哦，所以家里是讲爱、讲付出的地方啊、哦。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哦，所以这个看起来，哎，我为他好啊，你看我都用老和尚的话劝他，啊，但是我们那个心念要看得更细，有没有要求，有没有要道，要对方行道，哦，那另一方呢？哦，他可能希望你安慰两句啊，结果你道理过去了，啊，他就有点受伤啊，所以一个要道，一个要情。哦，那这样纵使夫妻都表面上学佛啊，我看每天叮叮当当哦，也会不少。啊，人家这个。张善和是叮叮当当，久炼成钢啊！太平将至，我往西方。哦，我们不要每天一点小事啊，叮叮当当要道要求哦，那这个就太可惜了。哦，共同都学佛啊，啊，这个是可以。这个同生极乐国，这么好的缘分哦，要好好经营。所以我们一般呢，亲戚朋友当中啊，会，哎，有这些烦恼不愉快呀、啊，可能都有心念上都有要道，要别人行道。哎，你都学那么久了。这个你应该懂啊，心念里面有要求，所以老和尚说放下控制的念头，放下占有的念头，哦，不然就要情，给人家讨人情好，哦，那黄老说到了。这段白话，我愿有如同佛一样自在无碍的佛智。
这是我们本有的，本觉本有，一定可以恢复。怎么可以不相信自己？啊，我本有无量的智慧，我不把它恢复，那是太对不起我自己了。哦，所以《劝发菩提心文》有其中提到尊重己灵啊，哎，这个也是菩提心了。所行持悯行啊，和佛所行啊，大慈大悲，普利众生是行。啊，愿如佛一样啊，常做天人的导师，来教化有情。啊，成为三界中啊，得为三界雄啊，无所畏惧的大雄。我愿圆满过去啊所发过的一切大愿，啊，圆满悉所愿。啊，我们这一生曾经发的愿，承诺别人的事，我们要尽力去圆满它。哦，那就是一切皆成佛。阿弥陀佛发的愿。那这八句偈呀。尤其前面六句，啊，法藏大士愿成就无量寿无量光，哦，这个是啊，整个第七品啊，八句偈呢，前六句啊，我们刚刚有念的那些经文。普开智慧眼，同得光明身的同时，啊，力求自觉，不断增长，等同如来。哦，你看，要如佛无碍智，所行持悯行啊。由于全部誓愿呢，都是觉他。若要别人觉悟啊。首先需要自己觉悟。哦，你看我们遇到大乘佛法，你看过去的善根，啊，我们也都很愿意接受。啊，也愿意发愿。哦，那四弘誓愿。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哎，第二愿，烦恼无尽誓愿断。哦，哎，这个先后次第啊，这个不能乱掉了。哦，所以黄老这里提到啊，你要觉悟他人啊，首先要自己觉悟啊，自己还在。还整个在无明分别之中啊，我们的分别执着念哦，这很容易就起来了。所以全体是迷呀，啊，怎么能启发引导大众求得觉悟啊？其结果啊，只能是一盲引众盲。香江入火坑呢、啊？哦，在当前末法中啊，这个毛病啊特别显著。无论在家出家，往往好为人师或自家啊，自己给自己加了活佛啊、法王啊等美号，登坛卖法。把佛法拿来贩卖了，哦，不能批判如来，哦，如来是同体大悲啊，帮助众生呢，没有讲条件的，哦，或者自夸妙悟，哦，自己
开悟了。啊，妄谈相视般若，啊，没有真正契入啊，啊，这口头禅很多啊，哎，可能，啊，你看像儒家讲的，啊，既问之学呀，不足以为人师啊，哎，自己都处于死记硬背。啊，悟性啊，没有开，好，那怎么去帮别人启发悟性呢？这个就不容易了。啊，那包含都，哎，能关照到，哎，众生的根性，啊，包含众生。听了这个法，哎，他会不会误解掉了？听偏掉了？我讲法的人要敏锐哦。哦，我们看老和尚有一个专题，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看到大家听经啊，听偏了，啊，及时啊，辅正。哦，你看，都很敏锐，哎，众生会不会听偏掉其上者于弘法中啊，难免放毒。哦，刚刚提到的这些情况呢，啊，哦，他可能在弘法当中啊。讲错了，讲偏了。所谓治病啊，实质是庸医杀人。哦，这个是在这些情况里面算还比较好的了，庸医杀人。啊，那比较恶劣的呢，则毁教拜法，道明欺世，断人慧命，啊，作恶多端呢。所以，真实的佛教徒啊，啊，对于这些应该十分警惕。这也是黄老慈悲啊，我们处在末法啊，虽然好心啊，想帮助别人啊，但是也要重视啊，哎，自己啊，先要觉悟。哦，所以儒家这个次第啊，还是很重要。格致成正，修身齐家。你看，进一步是影响社会、国家、治国、平天下。哦，释迦佛的大法，也是派了孔子、老子来给我们扎基础的。啊，这个在《启示戒经》。啊，佛有提到遣二圣，这二圣如同菩萨啊，应该是孔子啊，还有迦叶菩萨，应该是老子。哦，那这个大乘佛法有基础了，哎，才在神州大地这个发扬光大了。好，那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下一次啊，从黄老的这个白话注解我们来深入每一句经文从"如佛无碍智，所行持名行"开始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